一年365天，每一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。今天已经到了我们的15个小技巧了，这节给大家说蹬转。蹬转蹬转，我们说了很多年，但是很多球迷不知道蹬转是如何来的。首先说，我们在蹬转的时候，我们的重心从这里一蹬过去，它是没转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蹬没转。那么首先我们的这个脚一定要有一个踩烟头的动作，比如说这个烟头掉到地上，我去踩要灭掉它，就是这个动作一定是看到这个方向，就是我们的鞋尖的位置，就是我们的前脚掌的位置，要有一个踩住的动作，踩住的动作，这样子我们才能转。如果说是这个不带起来，我们只能说我们会蹬，但是我们整体的核心力量是用不出来的，这样子才转。这是蹬。好，如果讲到这里您听明白了，给黄河教练一个点赞，一个关注，还有收藏转发，谢谢您。那每天晚上黄河教练在直播间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乒乓球技术，欢迎您到直播间跟我互动。